天 Q 都唔適合你嘅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雖然佢唔肯教我打啫，睇下佢點樣打，我都偷到絲。你想偷絲肉俾兒啫？今日終於有機會親眼睇到你嘅大師風範。睇住先，邊個話我重出江湖啊？佢話游一橋呢個名的而且確我係聽過，不過已經過氣了。